公司呢，实际上在无人机行业还是蛮长时间了，并且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面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名气。我们从2007年开始，然后选择了无人机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技术，也是最难的一个技术——飞控、飞行控制系统，开始我们的创业之旅。那么多比到底多少钱呢？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无人机，如果不亲民，价格不亲民，那么它还需要等几年技术的发展，直到它的一些价格或者说是一些决定性的因素能够降下来。所以我们的多比有一个金报价，1899。高通在2年多前就开始研究基于骁龙单芯片的无人机，那我们非常非常欣喜地看到，现在由这个多比的闪亮登场，我们的梦想已经开始成真了。两位老总共同启动，然后和现场所有朋友一起来分享这历史性的时刻，重要的时刻。有请两位领导将手放在启动球上。我们大家共同来有请我们小精灵多比为两位领导合影留念。这是我们的多比见证历史的时刻，也是他见证的最为重要的时刻。